王铁锤大战王最大，这盘棋王最大给锤子来了一个弃马攻杀，那锤子会不会上当呢？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。王铁锤当头炮，王最大马来跳，红的上马，黑棋强挺七卒，红的出车，黑的出车，红棋挥车过河，黑棋平风马，堂堂正正，红棋在这里选择。进骑兵，黑棋呢平炮要对，红棋肯定是不对。对完之后呢，局面平稳，黑棋呢退炮，红棋走到这儿最最毒辣、最最激烈的，当属兵无进一，急进中兵。在这里呢，他没有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健的变化，五六炮。看来呀，对这个王最大、王铁锤也是很有顾忌。黑棋进车。黑棋还有就是下法呢，是车一平二，红棋上马，黑的吃兵，红的出车抓炮，黑棋一般都是走车一平二，在这里他走了一个怪招，车一进二，有点类似于鸳鸯炮，以后呢可以平炮打车。现在红旗这招车八进三还是必走，因为你要不走，让他走一手车三进一，摁住这个小马之后，马炮不能动弹，也就半身不遂了。黑棋。先冲卒，红旗就兵无进一，黑棋打一下车，红旗躲开，黑棋在这里走出一个骗招，上马。为什么说它是个骗招呢？现在打你的车，你这个车要是躲开，它以后呢可以给你架个中炮，反客为主。你要是吃马呢，它有一个打死车。那怎么抉择呢？在这里呢，红旗的棋风就是这么硬朗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他选择把马吃掉，那黑棋呢，平炮打车，这个车无处可逃。那红旗是不是要车砍炮一车化双呢？非也，红旗呢选择一手进炮对打，那黑棋呢只能交换，红旗吃掉。现在黑棋要是吃马，那红旗呢也打马，以后呢？还要给你个空投，在这里呢，黑棋选择把炮飞掉，那红旗呢就先上马踩车，黑棋呢只能车进一步，红旗再进车捉双，黑棋架中炮走的也非常精妙，它也是一个呀先棋后取，吃马，黑棋再进炮打马，这个马逃吃这个马，红旗索性选择吃象，黑棋把马打掉。红旗踩掉，黑棋吃掉，双方一番交换，形成的车炮对车炮，四个兵对五个卒，一二三四五，五毒俱全。但是呢，黑棋残个象，红旗退车要吃中卒，黑棋赶快吃兵。你现在炮打不出去，那红旗那就退一手，以后飞象，然后再打你中卒。黑棋选择车进一步，你飞象，他就赶快扫兵，把这一溜兵给你扫光。那红旗呢？先吃卒，保住这个兵，黑棋就进卒。红旗飞象打车，黑棋顺手牵羊，把这个吃掉。红旗要是飞卒，那他就把炮一交换，那这个棋呢，红旗赢不到。红旗为了争胜，不跟他交换，平炮准备啊，旁敲侧击。那黑棋呢也会，他也平炮，也准备下底炮。红旗来一将，黑棋不敢上士。进车一将，退车一将就把炮出了，只能御驾亲征。红旗拦住炮，黑棋把炮平到边上，准备打边兵。那红旗赶快过兵，黑棋开炮，红旗来一将，黑棋只能上天。红旗再退车吃中卒，黑棋一看要是平车保住吧，那被拉住不能动，人家只管过兵过兵过兵，在这里呢。他选择了进卒，让你吃。红旗来一将，黑棋出老将，那肯定要把这个卒干掉。黑棋再抢住内线，要杀士来一将，这个底库不能让人家拔掉，补一手士。现在向着这个卒呢，黑棋这个卒也不给，平过来。红旗退炮，很明显，下一手准备搁肋上一将，以后呢再小兵过河，平兵再将。那黑棋赶快下卒。你现在将，我就搁中跟你对车，
抢住中路，啊，红旗索性就过兵，黑旗也是对车，红旗肯定不对，来一将进来，他呢也不扒人家的底库，有炮须留他家室，退一手炮，以后准备扬个士，再架个中炮打你的死车，啊，黑旗呢赶快把车躲开，红旗炮平视角。炮兵内线，黑旗赶快下老将，准备回到大本营。那红旗上个士，哎，你回大本营，我就扒你底库一将。以后呢，还有架中炮一将。黑旗赶快回象，准备以后掩护中路。红旗来一将，黑旗下老将，在底库一扒上来，在戈中一将，补个象。红旗赶快下兵，黑旗。黑棋那是平卒，以后呢，车站肋，出老将，反杀你。那红旗呢，把士干掉。现在呀，老将已经是一丝不挂了，裸奔了。平车腰对，红旗不对，盯住这个卒。黑棋出老将叫杀，红旗呢也没有选择打这个象，他选择把炮躲开。黑棋平炮将，他就飞象给你个空投。在这里呢，黑棋选择了一手。苦肉计引离弃卒，把这个车给你引开，然后呢再来一将，你只能飞象。他再一退炮，以后准备一将军呢来抽你的车。那红旗将军，黑旗下车，红旗把车藏起来。你现在将啥也抽不着，黑旗割一将，红旗落个象。红旗呢是把底象飞起来了，不让你抽这个兵。你要是抽我的炮，我就搁中来给你腰对。对完之后，我这个车兵你过老将，那你没法守。平车来一将，红旗再落象，黑旗回象，红旗停到这边来，黑旗再来一将，红旗在这里选择了架炮，黑旗。平车，那红旗再把炮走开，黑旗又飞象，红旗也不敢吃这个卒啊，他就退车准备吃象，跟住你这个炮。那黑旗飞象，红旗打一将，再来一将，然后呢就只管下兵，以后兵再进炮，这个车炮兵来杀人了。黑旗选择一将，然后呢再退回来，还准备叫抽。红旗呢就搁中跟住你的炮，黑旗退炮找个根儿，红旗呢也进炮找个根儿，黑旗再一将，红旗回来，黑旗退车，红旗下兵，黑旗一看这都动不了了，要想渡攻边卒，过边卒准备再来一督大军，那红旗呢上帅，黑旗继续过卒。红旗平车，准备来一将。黑旗呢，先来一将。红旗出帅，黑旗退炮。红旗将军，黑旗上老将。红旗也可以选择把炮对掉，你吃掉我的平兵过来，这个车兵啊也够了。他没有，他选择了进炮，不跟他交换。黑旗呢平过来，跟住这个炮。红旗上个士，黑旗高车，红旗上士。黑棋把象落回来，黑棋红旗呢在平中，以后这个兵往这边靠，黑棋选择了平车过来盯住，把你这个兵啊靠进来，红旗再把车走开，黑棋呢还过来跟住炮，红旗退车叫杀，黑棋下老将，红旗平兵，哎，他现在不怕给你换了，你吃炮。他吃炮，吃完炮，兵站花旗定住老将了。那平车进车都是杀旗呀、啊。黑旗高炮，红旗进车来捉，黑旗退车一保，红旗兵站花旗，黑旗形势危矣，来一将进来啊、下士，然后呢平炮，红旗呢进车一将，黑旗电炮，那红旗不跟他客气了，炮打掉，你不敢象，象来给你一吃绝杀，你不吃。我下一手一退炮，还是个杀棋，走到这儿也只好负责认负了。